来说一下这个月我们公司的业绩。马经理先说吧。哎，好。谁电话响了？像我电话，我老婆电话。行，你接吧。哎，喂，老婆，那个我在开会呢，我一会儿再跟你说好吧？真开会啊？哎呀，你压我头发了，你干嘛呀？不是，你干什么？不是，喂，老婆，不是，我真的开会，不是，喂。夏导，你干什么？来，我们继续说一下我们下个月的公司业绩。等一下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对，我们在开会呢。哎呀，宝贝儿，开什么会啊？来呀，一起玩呀。这你老婆？不是，喂，老婆，你的眼睛里